神奇鸡仔第十三个故事，忙碌的爸爸。哥莫和朋友们在玩套圈圈。哥莫帮妈妈给爸爸大力送便当。爸爸，哥莫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爸爸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哎呀，农场附近好像出现了大灰狼。不知道大力会不会有事。幸亏大力成功地赶走了大灰狼。又来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原来是鸟窝从树上掉下来了。围栏都坏了，要赶快修好才行。郭沫想和大力一起玩，但是大力太忙了。
怎么办呢？大力这才想起来郭沫在等着和他一起玩，但是郭沫已经生气了。王敏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森林里着火了！是了，不快点灭火，就会蔓延到别的树上的。幸好火都灭掉了。哎呦！郭沫终于知道大力守护萤火农场有多么辛苦了。爸爸大力为了守护家族和萤火农场，无时无刻不在忙碌。爸爸，大力加油！爸爸，我爱你。